but I still think Saina is the favorite going into this match. Well, Tai To Ying, of course, is such a youngster, inexperienced. It could actually work both ways. She won't have any fear. Nobody expected her to get this far. A qualifier. 我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在我16岁的时候，就第一次去参加超级系列赛的比赛。然后那时候，我从会外赛，然后就一路打到就是决赛当天。然后决赛那天刚好是我的生日，然后在我进场的时候，就很多观众都在帮我唱我的生日快乐歌。但是我最后就只有拿到亚军。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，就是我排名上升的时候，然后所以大家都叫我就是天才少女，但是我自己就其实不这么认为，因为天才就是背后还是要付出很多的努力跟辛苦，就才会有现在的成果。其实他在比赛当中，我觉得他一个好处就是他不会怯场了。就是比如你可能有些选手第一轮可能大家心态差不多，可是在决赛的时候可能心态上想要拿到这个头衔的时候，变成他表现的水平就会下降。那小戴是没有这个问题，对，就我们说神经比较大条。我在打球的过程中其实也有想过要放弃，就是6年级要毕业了嘛，那时候就念体育班了嘛，就觉得想说都已经练这么久了，没有很多就是可以跟同学出去玩啊，或者是家里面出去玩的那种开心的时光的感觉，然后所以就觉得也不太想打，然后回家之后就其实也跟爸爸说，那时候他说不打球的时候我真的很着急，因为他是完全没有念书，他都是打球而已，那听到他说不打球我就开始紧张了，想说不打球那以后要干嘛，也没有书可以念了，那以后要做什么。然后大概这样子过了一两个月吧，也不晓得要干嘛，因为其实就打球占据我蛮多就是平常的时间，然后就其实玩久了也是会腻的，对，所以还是觉得应该要回来打球了。说要练球的时候，后我就开始很高兴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这次是你自己说要练球的哦。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说他不打球，他就这样一直往羽球这条路就一直勇往直前的拼上去了。我到现在就是都很拼命的去打每一颗球，然后每一场比赛各个运动，就是只要能到就是奥运这个最高的殿堂，就表示你一定是有一定的实力、一定的水准，你才有办法去参加这个比赛。当然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有很强的对手，然后可能也有不是那么强的对手，但是就是在这之中你要怎么样脱颖而出，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需要你在四年的中间要怎么样的去训练，然后你自己要怎么样去设定目标，我觉得这都是蛮重要的。给所有追逐梦想的朋友，自己选择的路要自己坚持下去，勇往直前，不要放弃。